赛中激烈出场。超级标赛高低杠金牌。直接跳上高杠，两次一组的空翻之后接飞行，接飞行，它是四个动作的连接。刚才还做了以中国运动员李亚命名的动作，二，他是在这低杠的屈膝上摆倒立转体180的时候出现了失误，掉下了器械，非常可惜。这是一个难度不高的动作，他前面的空翻接空翻全部都成功了，所以就是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。但对，因为何可欣他是2008年这个项目的冠军，他因为腰部也有伤，坚持到现在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看他们的下法，旋空翻下，啊，稳稳的落地，另外空翻的高度也不错，可惜。